别怕，这鬼子这是要干啥？你看，他们肯定要祸害妇女了。汪指导，咱得想办法，不能让他们祸害姐妹们呀！啊，咱得救人啊！二丫，你动作利索，你往那边跑，引开他们，见机行事，干掉鬼子，我来救人。 哎，等一下，拿上这个，自己小心啊，注意安全啊，慢点。小心！快点，快！别来追啊！华姑娘，别开枪，着火了。 水在场。
죽은 다윈. 어! 뜨거! 方法就是好啊，无论从哪边都看不出来那个雷弦，这样一来啊，鬼子踩上了他都不会发现。而且这玩意儿是自己炸，到时候小鬼子全都见阎王去。炸死！啊！二爷，你咋了？好了，说话呀！ 小鬼子抓走了，啥？咋回事？俺们去军分区开会的路上，刚路过邢村，就看见一堆小鬼子抓了好几个年轻妇女，俺们就决定去救人。结果后来又来了好多鬼子，俺们打不过他们，他们俩没跑出来，让小鬼子给抓走了。哎呀，你是说玉儿也被抓走了？ 二壮，二壮，干啥去？啊，去找玉英！你知不知道，兴村是鬼子的据点？你这样去，不是送死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玉英回来的还是个保安指导员，鬼子能放了他们吗？哥就是不要这条命，也要把人给你救出来。二壮，这硬拼是绝对不行的呀！哎呀，你看见鬼子把他们压到什么方向了？ 保安大队的方向，二壮，小黑，马上通知各村联防队，挨门挨户的给俺查，看看还有没有被抓的妇女。是，刘鬼，你马上带领大家，统一行动，随时准备战斗。是，张叔，哎，带上长短家伙，通知邻村的民兵配合咱们统一行动。好嘞，跟他走，走，走。 哥知道你的心情，但是你要听哥的话，啊！俺答应你，一定会把他们给救出来。但是冲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二壮，你跟小辫跟着俺进城，咱们先去打探一下消息，啊！俺也去。哎呀，你先留在这儿，等着俺们的消息，别太难受了，啊！走。 消息，你们到各个地方看看他们关押在哪儿，不管找到找不到，两个时辰之后查管见，走吧。哎，老板，哎，你要点啥茶？哎，老板，俺们这里穷苦人，庄稼人哪有钱买茶呀？ 您这儿有点茶沫子吗？给俺点儿，俺提个味儿就行。哎呀，开的是茶馆，还能没有茶沫子？都在后面仓库呢，赶来拿。啊，哎，咋了，赵队长？丁老板，你最近有没有听说很多的中国妇女都被抓了？ 好像听客人说过那么一回，咋了？这样的，你赶紧把温小博给俺找来。好，我立即去办。华龙，小博，我正找你呢。华龙，
我有个重要事情要跟你说一下。鬼子抓了大量的中国妇女，打算送到前线部队去做慰安妇。妓女之后十有八九都死那儿了。花龙，你赶紧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。俺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。小波，汪真和二壮的媳妇玉英都被抓了。啊？小波，你知道他们关在哪儿吗？我知道他们在保安队的仓库里。保安队的仓库？这不是刑天顺的地盘吗？是啊，可是日军也在那儿驻扎了一个小分队，看管的更加严密了。你想想办法吧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几天现在查岗查的特别严，我不能引起怀疑啊。哎，你注意安全。哎，你也是啊。我走了。哎，小心。 走，快点！走，快点！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！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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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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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糟蹋了！是啊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都是我害了王杰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是为了救我，怎么办？没事，怀孕了，没事的。邢志燕，叫王晨。王晨，谁叫王晨呀？抬起头来，王晨。没有啊，队长，那真是搞错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队长，就刚才小鬼子抓走一个女孩，是不是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啊？是不是？大眼睛，短头发，对，大眼睛，短头发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马上就会知道我要干什么。花姑娘。你这样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而且跟皇军亲善不会感觉到痛，我会让你很快乐。给你解释啊，这一定是个误会，你不清楚啊，这是俺亲闺女啊，你放了她吧。没有问题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女儿不会再受到伤害，但是她还要被压在仓库，直到你为皇军找够100个花姑娘，她就可以回家。爹，你不能答应他呀！少废话，太君，俺答应你。爹，你要是答应他，你也是禽兽！住口！你不让爹省心呢，你。爹，把他带走。不要杀我！走。
是这样的，根据俺们的侦查，现在在这个仓库里啊，小鬼子和伪军增加了3层岗哨，而且还增加了5、6挺，外坝子机关枪，火力实在是太猛，真要战斗起来，他们会组成一个非常强大的火力网，所以应聘绝对不是办法，咱只能智取。哎，那知不知道鬼子想把这批妇女什么时候运走呢？根据刑天顺的交代，现在鬼子还没有这个打算。 因为他们的人还没抓够。据说，其他的村啊，也有妇女被抓了。咱们要尽快通知各村的联防、连村、连片，绝不能让鬼子再抓到咱们的姐妹。鹏哥，咱拉上别的村的人，咱跟鬼子拼了得了。对，对啥对啊？鹏哥，俺已经劝了你很多次了，俺理解你的心情。 是你要知道，救人不能冲动。俺这儿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挖地道。挖地道？哎，华龙啊，这挖地道恐怕来不及吧？来不及也得试一试，多找几个人帮手，不分白天黑夜的，俺就不信挖不出个名堂。先用这一招。李书记，那你又去军分区找找首长。 方全都离屋子里边啊，没事。放心吧，哎，三炮呢？别提了，为了燕云飞，他把自己喝得五迷三道的，俺让全子先把他送回山寨了，怕他帮不上忙，反而误了事儿。小兔崽子，干正事的时候总没有他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是几百条人命啊！算了，不用打了，志远，咱们自己干。 花姑娘，太君，花姑娘，太君，这个花姑娘不行啊，不能。
太君，几位太君喝了还真不少啊。但是太君啊，这个花姑娘，她真不行啊。太君，太君，是这样，那个这里的花姑娘不好，外边的花姑娘大大的好，怡红院。怡红院的花姑娘大大的好，我给你们拿钱，你们去好不好？啊！去，命令去把门给我打开。太君，这不行啊，我们的钥匙在我们大队长那儿呢。太君，那您别跟我们一般小兵见识了，没有大队长的命令。我们真开不开这门，太君。来，爷爷喝的酒。喝呀，喝，喝呀！有天哥，咱跟小鬼子干了吧？对呀，有天哥干了吧？别废话，你八个，八个。对了，江宝堂那边咋样？我正要跟你说呢，恐怕江宝堂那边装不上了。他上次已经帮你们顶过一次雷了，而且他说吉田对他有所怀疑，盯他盯得很紧。况且，吉田给他委派了新的任务，恐怕他没有时间。江宝堂都指望不上了，不是那咋办呢吗？我哥这得赶紧想办法呀！俺这不是想着呢吗？志远啊，你只能找你爹了。找俺爹啊！小心点，别给打死了。咋了？不知道。咋了？看来有情况，这里边肯定出事了。你们好好在这看着啊，继续挖，俺志远看看去。哎，哥，小心点。好好站定啊！哎，快点吧！啊，哎，走，小心点啊！小心啊！走，小心点啊！你赶紧去！跳干啥去？文化，路都走不好。想袒护吗？太君，你听俺说，现在这件事情正在调查嘛，你这样往死里打，那不妥吧？这次不给他们教训，以后这种事情还会发生。情况是这样的，你看，现在俺所有的弟兄都在给吉田太君完成那个任务，任务还没有完成呢，你万一有点闪失，俺这不好给吉田太君交代，不是？你是用吉田太君来压我吗？
俺可真没有这个意思，你给俺十个胆俺也不敢呐。这那要是这样的话俺不管了不就行了，俺走。不是队长，林大队长，干什么呀？这是太君，太君啊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。队长，服个软，过去算了。咱们都是给皇军卖命的，凭什么服软呢？这不服？你以为我不敢打死你？太君，俺都是给皇军卖命的人呐，千万不敢呐。队长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弟兄们的命都没了，以大局为重啊，队长。赵乔太君，你听俺说，是俺的不对，但俺绝对不是冲你来的。赵乔太君，俺告诉你，弟兄们呢，真的都是拼命的在给皇军卖命，打两下是可以的，但是真的不能往死了打。这样你把弟兄们的心要是伤了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那今天的事情怎么解决？太君，一旦查清，严加管教他们。今天我给你们面子，但这件事情以后绝不能发生。还不赶快放人！快点放人呐！是，这都愣着。刘奎哥，你咋去了这么长时间啊？哎，别提了。哎，儿呀，饿坏了吧？先吃一个。儿呀，别提了啊！在回来的路上碰见了鬼子盘查，俺躲起来了，所以到现在才回来。啥？有鬼子？他们不能跟到这儿来吧？啊，不会的，远着呢。俺看了。回来的路上没有人跟踪俺。那二丫，俺去把吃的送给他们啊。嗯，去吧。老三，老三，都饿了吧？吃点东西吧。咋就饿了？来，吃点东西。哎，满仓，你没看见化龙吗？没有，没见他。啊，没有。哎，行，你们先吃着，俺把土给搬出去啊。那走了。对呀。俺怎么没在里面看见化龙呢？你老瞎打听啥呀？赶紧进去干活。哎，不是，你这孩子，你怎么对俺这种态度呢？行行行，俺去干活，行了吧？
浩子哥回来了。哥，你们回来了。哎，哥，俺刚才在想，万一敌人要是来了，俺就是马上报告，你们也出不来呀。二丫，你进步了。该浇花了吗？花龙哥，花龙哥，咋了？去看看吧，前面快挖漏了。挖漏了，走。瓮中之鳖了，知道吧？快点交枪投降，那是明智的。黄龙哥，那边洞口被敌人堵了，看来这个熊天顺又变卦了。哎，二丫呢？对呀，肯定是被抓了。老七，啊，去喊话。喊话！赵华龙，投降吧，你跑不了了。好，你想让俺投降，你就下来，俺就投降。告诉他，只要投降，啥条件都答应。快！啊！赵华龙，你只要投降，
要钱，皇军给你钱；要女人，皇军给花姑娘。你说啥？俺没听见。要女人，皇军给你花姑娘。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啊！烧死他！烧死他！去拿柴火去！俺就不信拿你没办法了。还有那头，去那头也烧，两头夹击，给我烧死他！对，烧死他！还愣着干什么呀？烧啊！拿过来。快撤撤撤！撤阿七啊，啊，烧不死他，也熏死他，也呛死他。大家别怕，跟着俺走，屏住呼吸。人呐，都眩晕了。下，哎，快下呀！快！你还愣着干啥呢？下呀！俺也下。这。下，活吧！说话的时候，你赶紧从这边走。走。差点把俺打死了，那后边俺兄弟也让你给打死了。哎，看你是谁名？赵化龙。对，赵化龙，这不是在你们这边吗？放屁，啥在俺这儿？哎，那边也没有啊。找，赶紧我这边去看看，快点。这怎么还有个洞？不是，这捅哪儿的？俺不知道啊，七哥。刚才没见这个洞啊！要不这样，七哥，你们在这等着，俺过去看看去。哎呀，别去了，肯定村里已经跑了。咱俩赶紧报告去，快！是，快！
死在咱们手里。这样的，先把枪藏起来，回茶馆。啊，走。队长，你看，赵化龙太狡猾了，把逃跑的动物都提前给挖好了。还愣着干啥呀？给他炸了！哎，炸了！来，再拿一个。上哥，快！刘奎，你混蛋！俺要救俺哥，你干啥把俺打晕了？不是二丫，你怎么就不明白俺对你的一片苦心呢？你想想，当时敌人已经围上来了，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你一个女人家上去，不仅不能救了你哥，还会把自己给搭进去啊！俺是为你好啊！俺用不着你为俺好。哥，你没事吧？哥，俺没事。地道白挖了。白挖了，那咋办？刚得到的消息，青岛日军明天要来接人。消息可靠吗？可靠，绝对可靠。时间不多了，咱得尽快想个办法。看来只能破釜沉舟了。快来，去！走！哎，不去，大老实点，走。不就那日本人大花姑娘？大哥，这他妈什么人呢？你们不都是瞎装？你是不是？队长，俺们也是奉了上级命令抓人。这是俺线人的关系，知道吧？滚蛋！我天天他妈瞎了。这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太君，太君，俺们抓错人了，她是潘队长的花姑娘。不是，不是，八个，不是，我是那个汉子，我带走。是。哎，放开，潘队长，潘队长，你救救俺！走吧。赶紧救救俺呀！俺家刘坤让你卖命的，潘队长。哥，去你娘的吧！我管你这事儿。队长。你流血了，流血了！哎呀，大清早的瞎说他们什么呀？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啊，找你们队长。俺们队长是你能见的吗？俺给他带了个礼物。啥礼物？地雷啊！哪壶不开你提哪壶？别动！干！不干！别动！看看你的枪快，还是俺的枪快？别动，赵队长，胆子够大的呀！这黑更半夜，你跑到俺家里，拿着枪指着俺的脑袋呀！啊，说好的一起救人，啊，你却出尔反尔。黄老师哥，黄老师哥，千万不能开枪啊！这都是吉田给逼的。俺们也是迫不得已呀，赵队长，有事儿好商量吗？说，明天一早，俺们换成日本鬼子的服装，进你们的据点。队长，要不行您就答应了吧，您闺女也得救啊。配合，赵队长，俺配合，你说吧。来人啦！这，别动！哎，动一下俺就弄死你！
哎，静儿，赶快来救俺呐！赵华龙要杀你爹了！爹，你看看，赵华龙手里面不但有枪，你看他腰上是啥？地雷呀！如果这地雷一炸，别说你和俺，咱家啥都没了。那你个兔崽子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你？少废话，俺先不跟你说。好你个邢志远呐，你跟兔八路捏合起来，整你爹呀！爹，俺大师兄不是来害你的，是来帮你的。俺不是你爹，你是俺爹。行行行，如果你要这么说呢，那俺啥话都不说了。你们聊。我，秦天顺，你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糟蹋，你难道见死不救吗？你还算不算是个人？俺女儿用不着你管。皇军不会把俺女儿送去做慰安妇的。好，那俺问你，明天小鬼子要把人送走，这个消息你知道不知道？谁说的？还谁说的？亏你是一个保安队长，消息也一点都不灵通啊！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日本鬼子会不告诉你？邢天顺，你还舔着脸给他们做事儿，你的良心何在？不可能吧！俺恨不得一枪崩了你！到现在啥时候了，俺还会骗你吗？俺插一句啊，爹，这件事情千真万确，连俺都知道，俺的情报你总该相信吧？难道会背着俺，偷偷摸摸的？秦天顺，如果你现在还是执迷不悟，你闺女就救不了了。华龙师哥，让你放屁了吗？看你这雷劈的头发，你就来气。三炮师哥，俺就说一句实话，其实你们进来之前，队长已经跟俺说了，商量着怎么救那些妇女。而且队长还说了，那些女人被日本人给糟蹋了。你说啥？不是，钥匙被日本人给糟蹋了。哦，那咱这些老爷们儿就干脆钻到这鸟缸里边给气死算了。你都说几句了都？林天顺，你说过这些话？千真万确。行，你还算是有点人情。咋样，咱们一起演出戏吧。爹，俺听你的。起来吧。走吧，聊聊去。哎，爹，咱把那大烟戒了，伤身体啊。俺二娘呢？在西厢房呢。俺去看看她。你们先聊。走。俺老齐。哎。Thank you.
王姐，你咋不再睡会儿？我睡不着，我在想怎么把这些姐妹们给救出去。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别想了，先睡一会儿吧。玉莹，我没事儿，你去睡吧。我也不困，那陪你在这聊一会儿。嗯。李书记，哎呀，你们可回来了！把保安给急坏了，一整天都没有消息，到底啥情况啊？李书记，地道被发现了，咱们的计划失败了。俺现在都快急死了，人明天就拉倒缺脑子了，咱现在在这站着，李书记那得赶紧想想办法，要不现在怎么？别着急，让俺想想。七哥对你咋样？那挺好啊。好，今天可能有事儿，你是七哥最信任的人，我让你再站一班岗，怎么样？那邢大队长知道吗？知道。放心吧，七哥不会亏待你。去吧。好嘞，好好站岗。赶定了，快点吧！速度快点！哎，咋样？快好了！啊，来吧，来吧！哎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刘奎呀，李书记，告诉大家抓紧时间啊！是，大家都抓紧时间啊！抓紧时间啊！哎，好嘞，抓紧时间啊！好嘞，好嘞。李老板，李书记，装上枪吧。好，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回去，路上小心。好，李书记，我先走了。继续，游击组的集合，集合，集合，快快快！游击组集合了，集合了，集合！咱们马上进入伏击阵地。刘奎，到！你组织大家抓紧时间，埋好了以后，迅速跟我汇合。是，咱们走，走走，快点，抓紧时间，快快！好嘞。慢严实点啊，检查一下啊，来，慢严实点啊，站好了，好了没有？慢严实点啊，快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小心，鬼子来了，鬼子来了，快挂弦，鬼子来了，快挂弦，快点挂弦，快快。Thank you.
没事吧？没事。华龙，华龙，李书记，华龙，华龙，华龙，你可回来了，情况已经清楚了，这车就是专程从青岛开来接这批妇女的。李书记，马上行动吧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赶快扒衣服，快换衣服，快快快！姑娘们，今天鬼子要把你们运走，放心吧，有人来救你们的。我先走了啊。过来，来，过来，发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是谁呀？现在大家听我说，一会儿小鬼子就要把大家运到青岛去。什么？嘘嘘嘘。不过大家不要害怕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，一会儿呢就有人来救大家。真的？一会儿无论发生啥事儿，大家都不要惊慌，也不要喊叫，绝对绝对不要出声。万一碰到自己熟悉的人呢，也要假装不认识。出门之后千万不要乱跑，这里是敌人的据点，万一乱跑了，没有人再救你。对呀，这看守咋都换成小鬼子了呢？一会儿见记性是吧？来人！什么情况？这是？哎呦，太君您来了！韦恩夫在哪里？我们要带走。太君呐，可把你们盼来了，麻烦您出示一下青岛司令部提人的通知。已经确认了，拿钱，开门，开门。青岛来接慰安妇的车辆被劫了。赵军！
说说，跟俺说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啊？孩子还在，俺是干净的。没事，没事啊。李书记，李书记，姐妹们得救了。同志们，打扫战场！打扫战场！上！上！把枪都别落下！对。